大家好，我是申梦廖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开箱呢是宾士的 GLC 休旅车齁。那为什么要分享休旅车的开箱呢齁？因为今年四月多的时候Leo一时之间想不开齁，就是跟朋友开了一间外汇车行齁，那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齁。就是其实我要做这个外汇车的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已经在卖车做二手车的朋友就有跟我劝退齁，说现在呢业界很多顶流的大前辈在卖齁，他们流量非常的高，又有很多中小型的车商，甚至还有一些跑单帮的齁，就是说在做车的人非常的多齁，现在进来其实真的很危险齁，就是不太好，觉得我可能会不行之类的齁。那我就属于那种比较叛逆的齁，人家觉得我不行，我就是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试试看，就算失败最起码也有一个过程齁，所以我就是毅然决然的还是踏入了这个行业齁。那事实证明它是对的齁，这真的是非常不好做齁。不过我起初的本意很简单啦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三 C 电玩，也很喜欢汽车。那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，我就想要去学怎么去买车，从国外买车，然后怎么样去卖车，跟人家交流，然后又可以接触到很多自己喜欢的车子，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过程齁。那就像我前阵子去考房仲证照一样，我觉得我不可能去做房仲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学在自己身上的话，哪一天在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，我觉得就会非常的开心。好，当然你要解读成我是为了赚钱，我也没话说齁，因为其实比较起赚钱，我个人是更喜欢学以致用，然后跟人家分享，就像我在拍开箱一样，如果有人喜欢这个东西也去买，你就可以分享我拿到这个东西的喜悦，然后也可以让他买到便宜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齁。那再聊聊大家比较喜欢听的齁，就是这几个月呢为什么会很惨淡呢？我自己个人觉得很惨的地方，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就已经赔了大概17万齁，就是非常痛苦，就是没有什么卖啦齁，这段时间我就只有成交一台车而已，就是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，但也是因为我比较菜嘛，才刚踏进来，现在算一算也才快半年而已，所以或许这样是正常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坐车的，你多久成交一台车，也可以留言跟Leo分享一下。那我个人是将近四五个月才成交一台齁，真的是有一点硬齁，不过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在这个领域下去努力。那言归正传齁，为什么要做外汇车，我觉得很大一个层面来讲，就是如果你是不考虑新车的人，很讲究 CP 值跟规格的话，我觉得外汇车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。因为从国外买车啊，尤其是欧美地区，有非常多车子其实都很漂亮，价格也 OK 齁。那这一部分待会呢Leo领车的时候呢，边看车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齁，那我们就待会再聊。现在我们要进入拆柜的环节了，好，一台白色的已经出来了齁，那还有第二台在里面齁，我们就等这个人员帮我们把第二台开出来齁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两位主角。好，车子出来呢，其实人员都要做一些基础的检查齁，那因为是一柜两车哦，所以今天检查人员比较多一点哦。那一台是白色的 GLC， 另外一台是银色的 GLC。好，现在两台车都领出来了哦。那这两台呢，就是来自于宾士休旅家族的 GLC 300哦，都是台湾市场上呢外汇车比较流行的一款。那你可能会好奇，就是价差很大吗？那坦白说呢，国外的价格肯定是比台湾总代理便宜哦，而且在美国买车呢，还可以依照这个年份啊、里程啊、配备价格来做一个选择。虽然如此哦，但是还是有可能买到贵的哦，因为还是存在一车一况的问题，加上关税上去呢，其实现在的空间呢没有以前这么好哦。我进来之后才发现哦，难怪有很多车业会支撑不住收店啊，因为利润没有想象中的高哈。不过我觉得，即使利润不高呢，能够把自己挑的不错的车况呢交给有需要的人，这种成就感还是很棒的哦。要知道，大部分的人第一次买车，其实都很讲究车况啊、预算啊，跟车子带给自身的感觉哈。那Leo必须说呢，有一台好车呢陪在你的身边，陪你上山下海哦，自然能够让你的人生多了几分精彩哦。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呢？好，现在Leo要准备回程了哦。那车子后续就是清洁啊，然后整顿一下，就是拍照再上架哦。那也跟大家分享，Leo是跟朋友，然后还有一个
领我进门的师傅哦，我们这个团队组成一团，然后我们现在的库存车有20几台，涵盖了 GLB 啊、GLC、GLE， 还有一个1350这四个型号，这是我们的主攻哦。所以基本上这些车子我们的库存车很多哦，所以如果你对这类车型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来找Leo聊聊哦，就是不要有压力哦，不是说来找我聊就是要跟我买哦，而是说如果你对这些车有兴趣，想要先了解。哇，就是以后可能会入手的话，那我可以给你一些我觉得这些车子的一些优缺点，还有一些市场的分析等等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。那就像我前面拍过很多开箱哦，就是不是每个人就一定会找我的管道买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觉得分享如果有帮助的话，对，最起码我也有觉得有做到什么事情，我也会很开心。好，那最后还是要帮自己小小的广告一下哈，就是我的现在目前Leo在抓的价钱的话，都是在行情之下哦，就是尽量卖到行情以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嘛，所以我必须要靠价格呢稍微引起大家的注意。而且呢，我除了是比行情价低以外，我也是整个团队里面最杀的哦，我不管我师傅那边、朋友那边怎么卖，我就是要比他们便宜哦。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车有兴趣的话，记得要来找一下Leo哦。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给你很大的一个优惠的幅度。好，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身边有认识的朋友在坐车啊，或者自己本身是坐车的话，也可以私讯一下Leo，跟Leo交流哦。我也是想要多认识一些这样子的人脉哦，看看有没有办法互相帮忙到对方。还有很多的感触呢，一言难尽哦。那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参考资讯栏加入Leo的群组来做一些交流哦。好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